这只也是雅气。对，这是他们说是大宝，第一只会飞出来的。这边有凸一根的，好像那个牙齿一样，左边那里那里有白点。哦，对，附近白白的那是它的大便。长对。哦，它在吃东西啊。看人家在吃饭呢、啊。大宝吃饭，三只应该都肚子饿了。看来二宝在叫，三宝在巢穴拍翅膀，一直跑来跑去，比较好动，就是肚子饿。最后大宝呢，醒来以后去旁边的岩壁上面找食物吃。脚被他拉起来，应该是吧？哎呀，他在啃那个鸟腿，鸟腿。在录影，不用录影哦。这个，这叫做津津有味。哇、哦，吃的跟什么一样？啊？直接杵在嘴巴那边嘛，有一根牙齿尖起来没有？啊。左边的山壁那有个白点，在那边吃东西，有人啃胶卡。有没有看到点在动？哦，有。对对对，这应该是大宝，会飞出来的是有电量。大宝，赶紧吃饱饭了，好，回来这边休息。
换他的。哎，有啊有啊，对。这是大宝，在看我了。现在是 F8 SO 2000，但很幸运的是说二宝的位置直接往右边移过来，直接就抓到大宝。下午来就，今天下午来就有车了。那很神奇哦，两只高度一样，从那边直接拉拉拉拉过来就看到它。飞了飞了，没了，后面后面，二宝飞走了，啊，没有开它，这样会改，嘿，等一下，要来一下回照啊。